面对这样的翡翠黑暗料理大块头，如何才能烹出一份满意的盛宴？料型虽大，也有纹理，难搞。若直接分解多块，难免可惜。但这怎么能难倒国庆老师？墨翠黑色肌理充满神秘料型的状态，一尊藏传佛像经典人物马头明王在国庆老师脑海中油然而生。马头明王也叫马头金刚，是观音千千万万化身中之一种画像，是帮助修行者降魔除障的愤怒像。其形象且不说雕刻中难得一见，其雕刻难度是普通佛像摆件的 3.0 版本，要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施展，那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。看国庆老师是如何用工艺化解的。马头明王三面六臂，钻大发髻并饰有马头，作于莲坛上，马头明王怒目圆睁，如实现愤怒像，身穿虎皮文裙，胸前垂是璎珞及地环，手环等物，蛇缠绕在手臂上，六手各执各种法器。马头金刚，其张力和工艺，这样搭配的北光、佛光显得平静，身后有火焰环绕，武将马头明王更加霸气。